啦啦啦。
们用了全身的真气，气数将尽，可是封印只能维持500年，500年后蛮王又会破土重生。嗯，我们把毕生的功力留给三界有缘人，望能助天命勇士一臂之力，绝不能让蛮王再有作恶机会。嗯。是做这个梦啊？那女的究竟是谁呀？不，我在想什么呀？现在我得先练好武功啊。哎，什么时候我才能练成一身好武功，行侠仗义，成为绝世英雄啊？什么呀，师父？对不起，老伯伯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说程师父，这小子行吗？呆呆傻傻的，万一丢了性命？这孩子虽然功夫不咋地，资质也有点平庸，学习不算勤奋，身体又不怎么壮，骨骼……师父，够了。你再说我就得撞墙了绝余生了。不过他现在的武功对付一般的妖魔鬼怪是没问题的。哦，师父，难道你让我……嗯。哦，太好了，哈哈，我剑侠客终于有机会代表大唐官府除强扶弱，降妖伏魔，成为像师父一样的英雄人物。不过师父，我跟了您那么多年，您都还没教会我门派的绝招呢，赶紧教我两招吧。哦，嗯，把你身上的玉石拿来。哦，好了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它就是你的救命锦囊了。哦，师父，你给这个玉石下了什么法术啊？怎么没发光啊？哎呀，谁说我是法术？你小说看多了。啊？哎。程师父啊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就凭他这耍树枝的功夫，
算了算了，我老孙头可不想害人啊。哎，看，这可不是树枝了吧？你不让我去，我偏要去。快告诉我，哪里有妖怪？快呀！程师傅，不得无礼。这徒弟的性格就像我，老孙头就让他去吧。嗯，哎，那好，我告诉你吧。最近东海湾附近经常闹鬼，许多渔民在海上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听说他们都是被海上的妖怪所害的，村民请了很多大师去捉妖，结果都杳无音信。据说那妖怪非常狡猾，还会分身妖术。少侠，你得多多小心啊。这里果然妖气横行啊。哼，就让我剑侠客来会会你们吧。哎呀，救命啊，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来人啊。你没事吧？有妖怪，有妖怪。哦，在哪里啊？快告诉我。那在那边。哦，嗨，哼，妖孽，坏现形。臭小子，反应还挺快嘛。哼，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骗到大爷我？臭小子挺嚣张的。哼，妖孽，今天我要为丧命的渔民讨回公道。就凭你跟我妖风斗？我管你什么风啊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抽风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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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小子，当我出手了。哎，呀，哎，哎呀，啊，哎，
徒儿，徒儿，徒儿。这声音。徒儿，徒儿。啊。啊。师父，这是哪儿啊？难道我已经……不，你没有，这是你的梦境，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我的元神。啊，元神？是师父，那妖怪其实一点都不厉害，只是爱耍阴招，所以我才被冻成这个样子的。不，剑侠客，这妖怪可不一般。哦，不一般？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啊，师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个妖精身上有一股来自500年前的黑暗力量。哎，500年前？相传500年前，15位勇士合力封印了蛮王。可是，转隔500年，他就能重新吸收3界间的戾气，破封而出。现在，距离上次的封印已经过去了将近500年了。剑侠客，听令。是。大唐弟子有责任，必须消灭3界间戾气幻化的妖物，阻止蛮王的破封。啊，弟子遵命。啊，这个玉石和你产生共鸣，似乎和你有很深的渊源，但其中的奥妙还得你自己去发掘呀。啊，以后的路就得靠你自己去走了。啊，师父。好了，为师如今再传你一招，可见你目前危难。妖孽，怎么可能？哼哼，不好意思，阎罗王不肯收我。哼，好小子，我看你还嚣张。哼。横扫千军。呀！哎！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幽冥府啊。麻烦前辈快送我回外面。除非已经消灭这两家。